好，Joyce，欢迎回到频道。看到我身后的房子了吗？怎么样？线条很优美吧？那这是两个房子，是 townhouse， 两个连在一起的。所以这个户型，我觉得设计的是特别有创意，整个线条感啊非常流畅，而且这个价位呢也是比较有竞争力的。这两个户型呢。一个户型的面积是1865平方英尺，那另外一个呢是1908平方英尺，它的标准的起建价格一个在32万，一个在33万。那目前呢有一些在建的期房，那是包括了一些升级的，但是年底呢是有一些优惠的，那相当于这些升级的费用呢是全部都减免了。也就是说如果现在购买的话，那么购买的期房它的那个总体的价格包括升级的费用跟起始价格差不多。那废话不多说，那我们就先来看一下吧。左边这个户型呢是没有台阶的，就直接入户进来。这个是1865平方英尺的三房的，期房是325990。其实它的标准起建价就是324990了。那么相当于这个期房的话，地块费也是免掉了，所有的升级都是免掉了。那么这个小区呢位于密苏苏里 City 的西岸呢，是个好学区，是个大型规划社区，里面湖泊公园众多，环境是美得不得了。那像这样一个 house 32万左右的价格，在这个社区里面很低的了。进去呢就是可以两栋一起买，就是两个户型一起买，就是一栋就是你自己拥有，一边住一边用来出租，这边租金也是非常不错的哦。学区是好学区，地税是3.11%，而且这个 townhouse 它的 HOA 是包括了所有的外面和屋顶的，就是外面是 HOA 保修的。HOA 费也不贵哦，相比于市区的那些 condo 啊 townhouse 来说，这边的 HOA 费一个月只有110，是相当便宜的。那我们接下来去看一下另外一个户型吧。
斯1908平方英尺，入户门的那里有一个小的台阶，当然车库那里是可以直接进来的。进来的一楼是两个卧室，然后再上去楼梯是客厅、厨房、餐厅加主卧。这个有一个跟样板房一样的户型，目前的售价是34万。样板房的标准起降价其实已经到了33万5，所以相当于地块和升级费用几乎都是免的。另外，如果使用建商推荐的贷款公司的话，可以享受5000的优惠，另外呢，再享受15000的价格抵扣。这个小区，同样的 townhouse， 它还有一层的。最小的面积是1600多平方英尺，最低的价格是29万，是包括了地块和升级的费用。目前，算是这个整个西安里面是最便宜的了，而且这个用来出租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可以选择自己住一栋，然后另外旁边一栋租出去。我感兴趣的联系我，谢谢大家，我们下期见。